哇，弟弟，你在吃什么？我还拿着姐姐的份。这是什么？姐姐的份。哇，你买了鸡蛋糕哦。还有姐姐的份。那你只吃皮吗？不是。是啊。哇，我看一下哦，你的都吃完了。嗯。不错哦，你拿着吧。可是剩下姐姐的份了。是啊，因为姐姐她已经有了，她有吃了，所以你自己吃就好了，来吧。你很棒哦，你留给姐姐这个心，爸爸知道了，姐姐也知道了。妈妈好吃吗？妈妈想吃自己的麻辣。哦，她看起来应该吃完了，好。